我是刚刚列车长，在80908月10号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大安站9:10出发的是开往象山的刚刚列车，刚刚的是捷运列车，关闭车门，拜拜。开往象山的高原列车，刚刚的是捷运列车。1414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什么森林风哎？哇，又遇到了森林风，亲自才会骂鸡猫。开往淡水，1364，耶，开往淡水的高原列车，刚刚的是捷运列车。森林风才会亲自骂鸡猫。我在大安站遇到。那讲错了，那边是看北投啦，我这边是看淡水的话，那边又看北投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喜欢片，可以帮我按赞，你们多多点我们的耳机观众片，流量了，拜拜。超感动的啦，又在大安那一道，彩绘骂几猫，森林风彩绘骂几猫，亲子彩绘，高音那些，我刚刚的时间，你说谢谢各位观众，拜拜。